还是我陪你上去吧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刚才我真的很害怕，我害怕我等不到你，我害怕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是啊，我现在想想也后怕。如果刚刚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以后怎么办？ 有一刻我真的特别的绝望，可是我不断的告诉自己，不可以有事，不可以放弃，因为你还在等我。小姐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不允许，知道吗？我原本今天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。 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我也知道你的安排，所以我就更加害怕。我害怕我们真的会就这么错过了。好了，别害怕，啊，没事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在未来，我也同样选择把日子安排在了今天，是吗？嗯。好，既然这样。 我想提前这一切。提前。来，小姐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能够安然无恙的站在我面前，对我来说，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 为什么还要这样浪费时间呢？此时此刻，我只想尽一切能力把你牢牢地困在我的生活之中，一分一秒我都不想再耽误下去了。小姐，小姐。 我想跟你度过人生剩下的所有时光，每年、每月、每天、每时每一分每一秒，就好比这枚戒指上的两颗星，它象征着我对你的真心。我想和你分享所有，直到时间都停止，直到生命都结束。 嫁给我好吗？小姐，嫁给我好吗？时间都知道，他给的每一次煎熬，是我们想知道，结局是否美好。我也不想再等了，什么归位，什么饮食都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我们两个在一起。慢慢靠近，调整呼吸，相遇而又到水里去。我要时间。好，我们两个明天就结婚。云的安静，风的调皮，和你看年华日夜交替。